进来吧，我这里只有水。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 我今天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你已经出院。如果你是来探望病人的，那你可以回去了。如果我刚刚没有听错的话，你似乎是想红杏出墙，而我很荣幸的能成为你看中的。我没有。 没有什么？难道你没有结婚？那只不过是用来挡我的借口。好，你告诉我，你要我做什么？
你到底是在中国的秘密情人，还是你见不得人的外遇？张默笙，我告诉你，想都不要想。我跟他。我离婚了。离婚了？你凭什么认为我何以琛会要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？我跟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够了！你不必跟我讲你跟你前夫之间的种种。如果你想得到同情、安慰，我想你找错人了。等等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的确可以。然后，不小心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就是嫌疑犯。那时候，我们就真的牵扯不清了。等了半年，这辈子。最后一次，给我一个理由。什么？告诉我，你爱我。以琛，我不要说了。你走。明天我给你答复。我轻轻放开了手，低头沉默，安静的嘶吼，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，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，是否忘记我，再一万次你回过头，你会发现还有我，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伤我绰绰有余，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，滴滴答答。
时的世界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咸咸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。几乎忘了最初那种缓慢时光的虚度，给我一个理由。爱情疯狂的程度谁能预估，还不如麻木，告诉我你爱我。也许你从不在乎，陪我跳完最后这支舞，当每一天结束，我爱着你多辛苦。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剩我绰绰有余。等我离婚了，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世界，最后这场爱情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何以琛会要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？我跟他不是你想的。够，你不必跟我讲你跟你前夫之间的种种。如果你想得到同情安慰，我想你找错人了。等到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我走了。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咸咸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，这咸咸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。琛，我在你家楼下。带好你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下。
都带了。带了。带这些干什么？去民政局。民政局？是。我们去登记结婚。结婚？一真。不想去就下车。注定，你就是我的丈夫。那么我，何不早一点行使我的权利？而事实证明，这种想法只会造成错误。你还想重蹈覆辙？走吧。